在过去的星期一 ProDreamer 团队成立了 Talents Meet Talent， 以 Tar College TT9 的决赛者在 FGA 斯大坝联合举办了一场迷你音乐会，音乐会主题为 Where Dreams Begin， 集合了很多有梦想的年轻人出席在当中。当天的出席人数共有318位，而当中共有150位是新朋友，感谢主。4岁至6岁 Super Trooper 在6月12号及13号的学校假期举办了世界那么大假期活动，在这两天的活动一共来了109位小朋友，当中有超过50位是新朋友，接近40位的小朋友相信耶稣。另外在6月22号至23号首次在户外举办2天1夜的 Survivor 生存挑战营，感谢主，在这两天的营会一共来了183位的小朋友，当中有54位新朋友，而且有51位小朋友相信了耶稣。为了配合2018年 FIFA 世界足球杯， Wonder Kids 首次在户外举办了足球友谊赛，两天内一共有172位小朋友参与，还有19位新朋友也来到参与我们。另外同时间 Super Trooper 也趁机举办了一场世界杯，更兴奋的是有83个小朋友参与，还有15位新朋友也勇敢的来到参与我们，谢谢耶稣。小组以年龄层分配设有儿童、中学、大专、职青、家庭小组，甚至商人以及媒体艺术小组等着你参与，赶快加入适合你的小组吧！也鼓励 CYC 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上载影片或照片到社交媒体，并 hashtag MyCrazyCGLife 与大家分享小组的乐趣时光。恭喜来自 Pro Conqueror 的林俊豪弟兄，以来自 Pro Dreamer 的魏婷与姐妹结为夫妇，愿神的祝福继续在婚姻中带领你们，神的慈爱也必保守你们的家庭直到世世代代。Missions, the heartbeat of God, reaching the lost, both at home and in faraway places. These persons are chosen vessels. Because these apostles are not only sent, becaus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postle is the sent one. An apostle is the train of trains. It's the train of trains that pull all the trains together in one direction. When you live for the gospel lives in you. Who is willing to lose his life for the gospel will gain i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gospel is all that I have.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来临的7月29号星期日将是我们的中文堂联合聚会，主题为我们是 FGA 东西南北，聚会时间为下午2点30分，地点在 Wisma FGA L5。 聚会当天的讲员是来自泗水沙龙玫瑰教会的斐林曼都法牧师，请各位弟兄姐妹务必出席。至于分堂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当天的讯息时段是由中央现场转播至各个分堂。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2018婴儿奉献礼将于8月4日至5日举行，在聚会中给予婴孩祝福，并将婴孩奉献在主前。有兴趣报名的父母可以在 L25 和 L26 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5日，详情如下。各位 YP 的弟兄姐妹请注意，来临的8月10号至12号星期五至星期日将是我们 Young Professional 的营会，主题为崛起与建造，营会地点为云顶平安院。该营会已开始正式接受报名了，报名费用为130令吉，若弟兄姐妹在7月21号前报名，将可享有100令吉的优惠价，而4岁至12岁的孩童费用为50令吉，4岁以下的孩童则享有免费。营会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9号星期日，营会限定人数为450位。各位 YP 的弟兄姐妹们，赶紧报名，一同领受崛起与建造的恩膏吧！预知更多的详情，你可向你的组长询问。第二堂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聚会时间是晚上7点半准时开始，鼓励大家以饥渴慕义的心准时出席聚会，在时间上成为神的好管家。